这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Every family must contribute one man to fight. My father cannot fight, so I will take his place. What is your name, soldier? Hua Jun, Commander, son of Hua Zhou. 动画版看过，但那是很多年以前，是粉丝的那种喜欢。你无论什么时候看，你都会觉得受到鼓舞。但是真的，你变成了这个创作中的一员的时候，就不是去欣赏那么简单。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casting. You need a very special individual to play Mulan. She needs to be a brilliant actress. She needed to be able to pass as a boy. Yes, Commander. But be equally compelling as a girl. Mom, Black Wind and I rode alongside. Two rabbits running side by side.我觉得是蛮挑战的，你从走进房间开始，你就要马上调动起来你的这个状态。好，Action！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在体能上不是最强的，我只能是靠着自己的热爱去撑着，看自己到底能做多少。当时训练了3个月，然后每天早上的体能，然后去骑马。回来做武术动作设计的这些编排，他的盔甲我会觉得会不会影响我们做动作或者什么的，我要穿着那个衣服要去训练一堂课，然后才会发现一些东西，然后再去改。服装对于我来讲其实也是视觉上很大一块我认识到他生活的这个渠道，他们的那种手绣的做工在衣服上确实有一瞬间让我觉得回到了那个年代，这些细致的东西是会让你有一个信念感。我觉得其实美术设计 是特别大的一部分，我们有棚内的场景，还有棚外的场景。Every department did deep research to bring the best version of this legendary story to life.Impossible. A woman leading a man's army. 作为一个女性去领导的这样一个剧组，我觉得特别有自豪感。我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女性导演的这种光彩在工作上。这个故事我觉得很鼓励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些女孩啊，拥抱真实的自己，包括你的缺点，包括你的优点，包括你的痛苦，包括你的勇敢。It is my duty to protect my family. 相信真实的力量的这个女孩，因为她的爱去做了很多选择，做了很多的不太可能的事情。所有这些的拥抱，从那个地方开始去成长，我觉得才真正的这个力量和能量开始的起点。I'm Hua Mulan. I will bring honor to us all.